各位大家好，前几天呢、我跟学生在一起啊，去跟看他的房子，然后啊，他当中啊问到我一点，老师啊，到底啊，职业你是要用什么去判断，还是呢要用什么情况去判断？老师，我看你的视频里面，你好像是用的都是八字本身的特性，那我就跟他讲。在工作上呢，其实啊，第一个要参考的啊，是本性。你的本性呢，是适合什么工作，你就往那边去，它会比较容易让你发挥你的专长。然后呢，再用神。所谓的用神呢，就是你在本性，就是说在你八字本命里面，你适合做什么，然后呢，你用神，让你在那一个职场上能够更得力。所以说啊，各位，前几天呢、我所讲的这些东西，全部都是在本性这一部分。所以说，各位，你可以啊，参酌的去看。从商或从政，第二个工作，然后呢，以本性为主，再以用神为辅来帮助你。那希望啊，对各位有所帮助，谢谢。